you show up at my door with some coffee and croissants. Went to my favorite store, cause you could tell it's. 哇，刚刚做完我的 trial class at Hughes Pilates， 他们这边的环境很美，有 instructor 真的不一样，他会逼你去到你以为你不能做的东西，然后。啊，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坚持这个运动吧。怎么飞我啊，回到家里啦，然后你看我去我的 Pilates， 他去他的 Gym， 接下来就是要各自去洗澡，然后做影片，要赶工，继续开工。小明，拿来，拿来。Good girl, good girl。我给西瓜，西瓜拿来，西瓜。哎呦 ，good girl, good girl 呀 ，good girl。现在护肤。我们吃什么？哎，你喝你的那个什么先？喝什么 ？Protein。不是，你什么？保证。保证。我不要，我不要喝先，我要吃东西。这个韩国买的超好用，这个今天也要补充我的 protein， 然后我 blend 我的 protein 包的跟一个香蕉还有牛奶，在这个是 Highlander， 然后它是 limited version Disney 的，很可爱耶。You show up at my door with some coffee and croissants. Went to my favorite store, cause you could tell it's... 简单的洗了个头，飘然很多次，那个发质还是很好的。其实做 content creator 也好，博主啊、网红啊、YouTuber， 全部都不能逃过一个东西，就是要去追钱。但我也遇到过神仙的 PR agency， 就是你做完，甚至你还没有做那个 content 还没有做好，他就已经转账给你；又或者你一做完，他就在很短的时间转账给你。不过有一些 PR agency 呢，他就是可能拖你两个月啊、三个月啊，甚至三个月讲明了过后，还是还没有转账的，也有，就是要你一直追，一直追那个钱。其实心会累啊，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这个月做工哦，然后老板跟你讲三个月后才可以出粮，然后还要等你一直追追追追追，他才出给你，那种心态咯。好啦，这个就是我的 day one， 都记录我 content creator 的一天。当然啦，我们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分享更多我们怎样去接 job 啊，然后怎样 deal with 不同的人，还有就是 content creator 通常有很多不一样的收入的，这样我们就一天一天分析一下我们的收入来源，还有我们每一天都怎么过。